啱啱同我个朋友嗨完 T， 佢问我尖沙咀附近呢一带有冇啲两房靓租，又要睇园景幽静，又要睇海景，梗系有啦，跟我过嚟睇啦。我哋由尖沙咀站尖东站 N 一出口行到去，都唔使一分钟，跟我过嚟睇下。等等，我哋嚟到海宇啦，跟我入去睇下。海宇嘅大堂咧，阔落市正，光猛开扬，气派不凡。每梯都有三个 lift。介绍埋个 concierge， 佢哋好 helpful 噶。住冇嘢好担心啦，就系想同你哋介绍翻海宇488尺嘅两房海园景单位，全屋一海景，你睇到香港呢个魅力大都市景。K11 Musia 商场，啱啱关闭嘅洲际酒店，同埋维港影，下面仲有个翠绿嘅信号山公园，喺度散步几唔错。想想如果你放个软箍笋在这个大概16平方尺的窗台上，放了工坐在这里可以看着醉人的维港景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，多出的空位你还可以做一些悠闲的工作，譬如做一下瑜伽，伸展一下，打阵机都可以，挺惬意啊。这边还有个开放式厨房，設備齊全，帶你入房間睇下。睡房光猛市正，喺度放咗張4.5×6尺嘅床，冇問題啊。旁邊仲有空位整，你可以放埋個衣櫃位添。主人房，房間都光猛開揚，仲有兩邊窗添。絲絲正正。依冇间位置，业主采用了一个好似窗帘的形式去俾你挂衣服，咁样就可以灵活啲，又可以挂好多衫，连衣柜都唔使买啦。再嚟睇埋个浴室位置，恒基呢个发展商很好噶，佢每一个单位都会配有浴室宝，咁咧就可以令到间屋干爽啲。沖涼又唔驚凍親，咦，真細心啊！佢仲有埋個電視仔，可以俾你一邊刷牙一邊睇財經。如果你哋有興趣了解海宇嘅1至3房租賣盤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亦都希望你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Lily Shum 沈厚利，你哋嘅支持絕對係我嘅動力啊！多謝曬，拜拜。